要求医这样写诊断书，背后原因超荒唐。先生来挂急诊，说他全身都不舒服，不然我们做个检查。结果他说医师不用，你开药给我就好。记得回去的时候帮我开一张诊断书，帮我注明时间。不在场证明。太太发现他不在家，他在朋友家，你就照实讲就好了。他说因为是女性朋友，我就写你是几月几号来。幸好他有守住那条线，怎么知道最后会不会他过来咬你？人心险恶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